我的妈呀，真的 ！Oh my god！ 看一下，看一下，我的妈耶！外国媳妇人生中第一次进到大学是什么体验？不用说，人生中第一次肯定是惊呆了。第一次摸到雪的感觉是这样子的哦。OK， 完了，白了。我还给我姐他们看一下。嗯，曾姐，全白了，外面，你看一下，下雪喽，啊？我没骗你看。你开啦，兄弟们，可以堆雪人哦！看一下，不冰，一点都不冰。快点，郑姐，快点！啊！我的妈呀，真的！真下雪了吧？我的个天哪！哦，我的个妈耶！下这个才刺激耶！哦，还在下。走了，快点起来，洗涮一下，下去。完了，那些菜嘞？那些菜还能要吗？那些菜呀、啊。你带下去猜干嘛咯？完了，看不到了。家人们，开雪了啊！我媳妇是老挝的，那边没有下过雪，她也是人生中第一次看下雪。然后我家宝贝女儿呀、啊，刚刚生下来，现在是20来天，完了，现在也是人生中第一次见雪啊！我们家两个重要的女人，你的车看不到了，第一次看下雪，你的车看不到了，啊、我的车全部被雪给藏起来了。昨天晚上一晚上都在下吗？第一次摸到雪的感觉是这样子的哦！天哪！天哪！天哪！地啦，你啦！老天爷！完了！我还给我姐他们看一下。拍给你姐他们看一下，是的，拍给你妈妈，拍给你姐姐看。到下面去拍给他们看了，你先去洗涮。看一下，吃饭，妈妈叫。等一下喽。做梦一样，快点穿个厚一点的衣服，然后下去看雪，吃饭。厚一点的，穿个羽绒服，真的穿羽绒服，过不过还要穿一件衣服在中间。够了嘞，下雪的时候它不会这么冷的，雪融化的时候才会冷。你怎么知道？呀，我看过电视剧里面就是这么说的。我在东北。这个门不要关嘞。妈妈带你去看雪了。你放心哦，鸡没问题的。啊、你这老担心鸡呀、啊、菜呀、啊、都是吃的。这个好多年没进了，好多年没进了。我昨天早上，早上凌晨，我给宝宝换尿布时，我看窗户时候，我就看到是白白的，但是天黑又看不清楚。走了，去里面，可以了，到里面窗户里面开喽。你踩一下了，你现在还在坐月子耶。我的个妈耶！浪费可惜，真正如果不是坐月子的话，你就可以去打雪仗。哦，别踢了，等下鞋子湿了。我靠，这里我第一次玩雪。等一下，我看到这里还没踩过。你信不信？干嘛？完了。行了，去里面。哪里啊？这雪太多了嘞，等下给我家宝宝冻了，给你也冻了。走，先去。走啊，等下到里面窗户里面看一看算了，过不过瘾？雪漂不漂亮？漂亮。好不好看？好看。有没有就是那种心里期待的那种感觉？我要是这个心塞回去肚子里面就好了。等下去玩一下不？还要玩？吃饭喽。吃早餐。这个大白菜好甜啊，真的。猪脚，鸡汤，哇塞！是爸爸妈妈走，还想去玩一下，我可以跑到那边去吗？你跑过去干嘛？你在坐月子呀，大姐。跑起来，等一下，我要跑了啊！不要去，到楼上去，到窗户里面开雪。开窗户。
哦，你看，哇塞，越像一大人。哦，我真的像头发。哎、哦、哎，我的个妈！你看到没有？等下鞋子湿了。快点画个圈，画个圈。你画呀。我都得不到。哦，太爽了，兄弟们，太爽了，太爽了！我操！快点进去了，被冰到了。走，回家。走。调皮。你这说运气不好吧？嫁到中国第一年就下雪了。运气好吧？下雪的时候坐月子。快点把鞋子去烤一下。感觉如何，大姐？然后呢？爽歪歪。然后呢？然后一个字，漂亮。一个字，绝。好漂亮，爽歪歪。哇，下的越来越大了。是的，等下还会更厚的啊。哎，这样子。太给力了。这样子，我们村里面的人在这里的话，肯定跑出去会玩的。是啊，家人们，你们在哪一座城市？我们在湖南落地。下雪了。我们这里下大雪了，这个天气预报还是没有那个啊。咋咋咋？你知道今年现在这一座我们湖南火起来是怎么火的吗？不知道。被湖南的气象预报、天气预报。火的吗？天气预报说湖南要下雪，然后湖南就火了。快点下来，好嘞，兄弟们，希望所有的家人们啊，都像这场雪一样啊，遇水兆丰年，让我们爱年爱四年啊，都丰收满满，加油！忽然下的一场雪。Thank you.